在梦。
到马勒的时候，他只有5岁，跟我说话，现在26岁。哎呀！睡觉，我跟他讲了1000、2000的故事。两三千了。我唱的歌他都会唱。我唱一首流行歌好不好？这个流行歌是我在12、13岁的时候听到的，叫做《初恋女》。哎，我也没有谱子，也没有什么，我就从那个收音机，从那个电唱片、黑胶唱片当中学了。我想唱给大家听。这首歌呢，由黄老师被我编的伴奏，我们的重唱也是黄老师编的，非常感谢他。我不知道黄老师今天从高雄来了，在哪儿？黄老师在哪里？黄老师在哪儿？谢谢黄老师。我在那边，歌叫做《初恋女》，我试试看。这歌对我来说有特殊的意义，因为这个歌我就爱上了唱歌。